遛狗的时候发现一只小狗，然后果汁特别喜欢它，而且这个狗看着很聪明，它眼睛里有神，然后看着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样子，果汁特别喜欢，胆子特别小，不敢往果汁果粒跟前走，但是吧又特别黏，我只要稍微走远一点点，走个五米一叫它就过来了。咋弄啊，这好像是流浪狗啊，这么小。果粒别叫，完了，这个小家伙开始跟上我了，我走哪儿它跟哪儿，然后一走远了，距离一拉开了，它就哼唧，滋滋滋的叫唤。咋搞啊？也没见他妈，我得去那边的加油站问一下，看有没有主人，或者从工地上问一问有没有主人。如果没有主人的话，我得给他想个办法呀。特别乖，特别聪明，你看我走远一点，快来，就一直跟着我，就一直跟着我，也不怕果汁果粒了。那个加油站我问了，不是，他没见过这个小狗。我天天在这一片遛狗啊，我也没见过就是那个啥，而且只有他一个呀。这我要是不管他，他没有主人，这不得饿死呀。问清楚了，刚才有个锻炼身体的大哥一直盯着这个狗呢，说是有一个女的开着车扔了，放在了一个车旁边，所以我得把她带走了，给她讨条活命。哎，真的是太可怜了，一直跟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。果粒好像不太喜欢，但果汁特别喜欢。老公遛完狗回来，给我居然又带了一只狗回来，果肉还在咬，你别咬它，我看看。哦哦，你躲这儿啊，你躲这儿，这咋整啊？它跟着你回来的？对呀。哎呀，这咋整？我也不知道呀。操着都快断。这是你领回来的吗？果汁领回来的。果汁领回来的。也算个领的，也算果汁领的。那一路上过来碰碰那些老年人，在玩锻炼身体的呀，公安局的门卫，咱小区的门卫，还有锻炼的老伙儿，我问人家要不要狗，要不要狗，人家都不要。我晚上怎么带回来？你没有主人啊？没有，我被遗弃的。我问那个，有一个在那儿乘凉的一个大哥吧，他说他看见一个女的开车，车上还有小孩儿，小孩跟小狗依依不舍的，但是那女的就把狗放在了一个大车旁边，然后开车走，然后他一直在那看着，也就没有主人，被遗弃了。你让开，果汁保护呢？啊，果汁保护呢？果汁不让果肉扒了？我想过去扒了，果汁保护呢？果汁凶果肉。哎呀，你亲儿子都没这么好啊，果汁啊？果汁这是啥？咋弄？咋弄？看谁养，送人吧，怎么养不了这么多呀？我知道啊，行了，让我整齐一下，谁要的，我可以负责给他一检查，然后给谁寄过去就行。谁要谁要，朋友们，我的妈，来我特别聪明，长得还很好看，哎，然后每个蹄子上面都有一点白花，你抱着公的母的？母的。哦，母的，我都没看过。然后每个蹄子都有一点白花，特别聪明，而且眼睛很有神。嗯，谁要谁真的，我家真的养不了，我已经有三个了，这估计才两个月。哎呀，先给吃点吧，吃点。准备点奶。嗯。之前果肉他们的羊奶粉还剩了一点，刚好我给他弄点奶粉。可怜的。哎呀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我不嫌弃你，但是我现在很愁，咋办？我也愁啊。哎呀，你看。果汁凶果肉，不让靠近这只小狗。那是你儿子啊？那个是你的亲血脉啊！来，给他喝点奶啊！不敢喝，不敢喝。来，果汁你过来，喝点奶，喝点奶。
肉，过来，管肉，给，喝吧，没事。吓的，吓的，吓的，哎呦！我把笼子装起来了，要不然他就不敢吃，不敢喝。对，给他封闭一个环境，然后让他去吃点东西。哎。这狗也真乖啊，乖的一声都不吭。不用全部给它组装起来，组一个小一点的就可以。给它点安全感。嗯。你看果汁，一直守着，是不是？哎。说不定这个狗长大比果汁还要大呀。这个狗肯定比果汁大呀。这个果汁吧，笑死。自己挖根永远都没见过这个样子，认了个干儿哈，干女，认了个干女。好，来，给铺个尿垫儿。怎么这样子机器？铺个尿垫儿。好，先给它放这儿。哎呦，咱的狗小碗多狠。哈的也不敢吃，这剩下的给果肉，果肉给。哎呀，果肉开心的。你喂火腿肠，这么小能吃吗？还看他吃不吃，应该吃了。反正果粒是想吃。来，哎，吃呢？你看吃不吃？哦，吃呢，饿的。饿的。哎，你终于走起来了。哎呦，你咋不活呢？哎呀，饿成这了。哎呀，都不尿感觉，直接浑吞。放这里面。我吃。咱上喝奶。嗯，喝了，看到没？放在里面又吃又喝的。奖励你。奖励点肉肉吃。果汁这今天对这个小狗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。来，再给你讲一遍。坐下，坐好，坐好啊，坐好。哎，真棒！这绝对是被遗弃的。嗯，他现在会坐呀。对呀、啊。果肉这么大的时候就跟个傻子一样。对呀、啊。果汁就守在这儿，就扒了，就玩，就舔。看、胸果肉，果肉一靠近就胸果肉。哎呀，哎，肚子圆，吃了肚子圆，肚子圆过不去。我们一会儿带他去检查，带他去看看。对，给他要检查，然后该打的针啊，给他要打一下。然后咋弄啊？谁要？对，就是看到视频的朋友，如果这里有朋友喜欢这个狗，然后呢，可以评论区或者私一下我们。然后呢，我们给他检查完了之后，如果真的方便的话，我们给寄过去，给他找一个好人家，好吧？对，好，给他卖个萌啊！来，你说谁要我呀？赶紧养我呀！快来领养我呀！果汁生气了，不让动。